极的晚上，下着狂风暴雨。备战，陆沙占领了码头了。这个拿去喂鱼如何？只要是有鳃的东西都能杀，就像在陆地上杀鱼一样。你就这点能耐吗？你就这点能耐吗？能耐吗？把这个拿去喂鱼如何？既然鲨鱼被困住，我要找出里面的首领。该找出这群陆鲨之中的首领了。就是我拿到潮猴之旗的经过，这宝物真要命，不过也卖了不少钱呢。我同意信可的看法，鲨鱼才不会成群出没，你吹牛吹太大了。我来告诉你，我上次怎么钓到全艾泽拉斯最大的鱼。动作快，潮汐从来不等人。愿你的船能避开所有危险。当时是旅人丰年祭，我在吊唁会主餐要用的鱼。那时候我才想到我忘了带钓竿。要是你问我的话，我会说渔夫也不过就是钓竿而已。浪潮把我带走吧，我忘了带钓竿。我现在没有目标。反正我说过了，我们要为了丰年祭钓鱼，而且要我离得太远了，所以我出发了。我需要目标。我只是想要多欣赏一下这里的风景。这才叫做钓鱼。这才叫做钓鱼。我要先找到目标，就像中捉鱼一样简单。正中红心，正中鱼心。正中鱼心。当我钓鱼的时候，却吸引了巨怪欧苏马特饥渴的目光。欧苏马特居然跑来这个码头，正中红心，正中鱼心，这才叫做钓鱼。就像瓮中捉鱼一样简单。把触手全部解决掉以后，接下来就可以一举消灭了。幸运的是，我脖子上总是挂着特殊的子弹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该把它解决掉了。
这就是我把这个深海恶魔吊在这只桅杆上的经过。没错，辛可说的对，自从大灾变之后就没人见过欧苏马特了。啊，辛可的故事也很精彩，有话快说。风暴将至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你被潜水头盔闷坏脑子了吗？你干脆跟我说赖恩会钓鱼，我还可能相信。对呀，就是说嘛。等一下，我来说说是怎么遇上这两个可怜水手的。当时我站第一班哨，还在提防那家闯过来。看见这家伙从海平面上慢慢靠近，我从没看过这么大尾的家伙。你就这点能耐吗？还好我反应够快，立刻想到该怎么料理这个家伙。对呀，就是靠我精湛的钓鱼技术。闭嘴，赖恩，不准打断我说话。我刚讲到一半，当时我一刀往他喉咙切下去，把他切成两半。好了好了，赖恩跟辛可也有帮忙，不过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字字属实。
哼哼。